没事吧？怎么突然起这么大浪了？没事。碧苍王必让你失手分家。沈丽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但既然你已将我定罪，我就将这罪名坐实，让你死得踏实一些，可好？你若杀了他，便更难洗脱灵界的冤屈。前段日子我到过灵界，灵界的族民并非像你们所想那般嗜血好战，还望各仙君勿听谣言，以免中了奸人的计谋。据老朽所知，前些日子去灵界的是天君皇孙芙蓉君一人，方才那位女子自称是碧苍王沈离，莫非真是你们夫妇二人？芙蓉君与碧苍王尚未完婚。既是仙君的话，那便是真的了。是。碧苍王一心为了灵界，并且极为护短，他听不得有人损害灵界的威望。他刚才那般，也是突然来了脾气，还望各位见谅。仙君对王爷倒是极好的，并非先前传闻中的那样啊。因为他值得。